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二月二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在日前，北部一个六十多岁妇人，人去治疗武汉肺炎，伊的查甫孙、班查甫囝也受到感染，感染源也怪对查。暗时的家传着公主号顶头无受到感染的台湾旅客接回来，这回包机的检疫标准比武汉包机更加严格。南韩疫情是被收煞，一日就增加100人受到感染。南韩政府也把大邱列作是武汉肺炎特别管理地区。在日前，北部有一个六十多岁妇人去治疗武汉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搁再公布讲，伊二十多岁查甫孙加四十多岁万查某囝拢有受到感染，虽讲是有介接触过，不过感染源还搁伫咧追查。台湾到达也已经有26个人确诊了。武汉肺炎疫情摊销，国内个新增加两名确诊个案，是北部六十外岁，也都是按二十四个查甫孙甲大姊妹生查某囝，是家庭团体感染，两个人拢无国外旅游史，无症感染源，正在调查。算是一个哈家庭内的一个亲密接触者，哈，这两位是我们的25案跟26案。那目前我们哈框列的接触者，哈，总共是391位。二十四案会引起各界关注，是因为伊无国外旅游史，退休了后生活单纯。顶个月因为感冒，二九之间四摆到诊所看病，因为症头加重，29暗到病院急诊。经过检查，诊断是肺炎，30收治住院。因为病情恶化，2月7日住伫家护病房，17通报采检，转到负压隔离病房。19确诊。另外24案的查甫孙也都是25案，是伫1月28日出现咳嗽的症头，31因为发烧看病，因为继续有咳嗽的症头，搁伫2月7日11看病，12到病院探视外嘛5分钟。26案无发烧，也是呼吸道症头，因为药测酸捌伫2月7日到13日看病。目前已经接合这件家庭团体相关接触者，拢总391人，已经采检169人，其中两个人确诊，143人阴性，其他检验中。但是中强调，疫调唔是乌白乱抓，是通过严格的管理甲体检。有人在讲这几个案子，他1月16日发病。1月22日有症状，那可能他的传染源到1月8日，那1月8日以前在选举，所以很多的大型的活动在展开，那是不是在大型的活动里面都有被传染的可能性？在科学上，我们不敢否认说我完全都没有可能。因为武汉肺炎加 SARS 高度亲像，过去多数 SARS 的病人拢出现细胞纤维化，也让外界烦恼武汉肺炎的感染者，敢是也会出现类似的症头。案一这个病人后来顺利出院，那他的电脑断层扫描是看起来还有一点纤维化的变化，那肺功能也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张尚顺表示，目前住院治疗的武汉肺炎病人，除了第24案多数属于轻症，少部分住院了后出现肺炎的状况，到即马也被解除隔离出院，主要原因是采检结果无达到相应标准，也不过整体恢复情况拢算袂歹。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泉州公主号顶头的台湾人，那阵是经过检查无问题，拢已经顺利落船啊。除了有5位确诊的爱留伫日本异地以外，其他19位的台湾旅客甲一个医生会做伙坐专机，大约是暗时10点半会到台湾。指挥中心也讲，这回去日本的专机检疫是绝对比武汉包机是更加严格。拜拜，钻石公主号，谢谢你的照顾。真欢喜，甲泉州公主号告别。莫叔叔陈志兴已经伫船顶16天，总算伫21中道，摕到阴性诊断证明，顺利落船，挂着包机。主席代表谢中庭也伫面册发文，讲心情总算真轻松。数台直升机加船员，还佫有双重国籍27人，扣除确诊加隔离留伫日本7人，还佫一位家己坐飞机去香港，所以会有19位乘客加一名医生坐包机倒来。到达我们桃园机场的时间。应该落在我们10:15到10:30，晚上7:45，所有相关的工作同仁就会进驻到我们桃园机场。桃园机场已经做好准备工作，包机下晡1点出发，4点半到武汉机场，台湾旅客也在等待回来。指挥中心表示，这摆作业比武汉专机准备工作更加严，登机进程要做正宗询问，加量体温。上机了后，全部要穿隔离衫，挂外科用的嘴暗甲护目镜，也无共餐。为分为三部分，有症状人独立一个所在。总结4个小时，
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是一个挑战。过去14天里面有症状的人，让他坐在另外一个区块。14天之内都没有任何症状的人，大概我们会让他坐在另外一个不同的区域。那因为飞机呢，基本上是150人左右的飞机，所以应该是够宽敞，也可以做相关的一个区隔。飞机按算暗时10:30到桃园机场，所有旅客甲行李先落飞机，医疗人员后面机组员最后落飞机，行李会经过消毒、海关检查了后，才能提离开。乘客落机，也过做一摆健康状况询问，过收集健康证明书，按照是毋是红帽，共村出来的人顶坐救护车，有14部救护车待命，送医采检，过集中检疫14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韩武汉肺炎的疫情也是未收煞，加拿大一天就增加100个感染者，在东南部第二大城市大邱，也就是增加病例上高级的所在。南韩政府也宣布讲，把大邱这个所在指定做武汉肺炎特别管理地区，也呼吁民众就要减少出国的机会。平常时真闹热，大区市街路即马变甲零零清清，只剩穿防护衫卫生人员，沿路全消毒油剂。韩国伫21全国新增加病例当中，大区市伫全国占相当高的比例。中央政府伫紧急会商了后决定，将大区指定为一波武汉肺炎疫情的特别管理地区。최근확진자가급증해어려움을겪고있는대구와경북청도지역을감염병특별관리지역으로지정하여특단의조치를시행하겠습니다최대한빨리접촉자를찾아내고확진자를치료하는것이시급합니다병상과인력장비등필요한자원을전폭적으로지원하겠습니다韩国联合通信社报道指出，大区会出现这种紧急状况，是因为一个叫做新天地耶稣教会新的宗教团体，在近距离接触人群的聚会当中，一天之内出现35名确诊患者，占大区新增加病例85%以上。报道阁讲，参加这间教会信徒差不多有3400多人，调查发现其中409人出现好亲像武汉肺炎的症状，是毋是正做扩大感染的关键？互外界是真烦恼。同时，因为病人增加真紧，适合收治这类传染病患者的负压病房数量是严重不够，确实被迫刷往一般的病房，阁可能让疫情阁较严重。所以，大区市政府下令全市1300多间幼稚园全面停。另外252间的老人医疗中心有可能成做群聚感染所在，现在开始严格管制外来访客。另外，全市将近250万的市民，市府也要求民众减少出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日本的北海道，在即一天阁增加3个武汉肺炎感染者，其中一个囡仔是无到10岁，也是日本上届细汉的感染者。另外，讲到泉州公主号，竟然发生讲即挂落船的旅客登到因的国家，亲像是澳洲、美国，阁再甲因检验，说发现讲因有检出武汉肺炎病毒，即予证人质疑讲日本敢有伫咧进行防疫的工作咧。收到行李，挂着大包细包，由巴士载到车站。泉州公主号第3批旅客216落船，过去2天已经有717人落船。日本侨生劳动性有价，21这是最后一批，会予所有检验阴性的人客来落船。やっと解放されて、ほっとしてるところですけどね。ずっと同じ部屋にね、狭い中だから、ちょっとそれがきつかったかな。日本侨生劳动性要求，就算检验阴性，也不过若是北加确诊患者，大同一间房间的乘客，落船了后必须爱被送往政府指定的设施观察14天。而澳洲政府已经宣布，20专机接回船顶的170名澳洲人内底，重新检测证实有2个人确诊未到。而美国包机进前再回在坐飞机时，才确诊未到14个人。疾管中心 CDC 宣布，撤侨民众回国重新检验了后，又加了11名确诊病例，怀疑日本检测过程无够严格，也甲日本列入1级的旅游警示。
在北海道里也新增加三名确诊病例，包括两个小学生，两个人是兄弟啊，其中一个人无到十岁。第三个人是40多岁机场检疫人员，三个人在发病前14天并无去海外旅游过情形。日本武汉肺炎疫情拖到全国，试验拢无够。官房长官官义伟在一讲，国内的试验工厂会24小时来管制，也开放对中国进口，保证会对这礼拜开始，每礼拜拢提供1亿个试验，计划3个月会进一步提悬这个试验的生产产能。来月には月産6億枚を超える。外界质疑疫情是不是会影响这个举行奥运？英国也讲会用代替日本接手来举办。对此，官员未回应。东京奥运甲帕运会如期举行，并且强调国际奥委会信任日本政府的处理方式。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日透早去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朝野党团也同意肺炎加纾困条例相关草案，希望伫2月会当变三读通过。另外，立法院长尤锡坤也宣读朝野决议，呼吁加入 WHO 的共同声明，也谴责中国打压台湾参加 WHO 的行为。行政院长苏贞昌到立法院议长的门口先放体温。立即立法院新会期开议的第一天，苏贞昌做施政报告，朝野立委有共识，优先处理因应武汉肺炎行政院所提出的肺炎防治加纾困振兴特别条例草案。如果大家一起协力抗疫，能够让疫情趋缓，立法院是最高民意机关，当然都会以民意优先。行政机关就是要做事。除了行政院纾困条例颁布以外，立法院也个国民党团、民众党团等委员所提出的相关纾困条例，总共8版本。朝野党团拢同意，甲纾困振兴特别条例草案等8案件，并案直接交付立托，排除一个月协商冷冻期，后礼拜要变三托。国民党立委伫咧苏贞昌施政报告进行，第二场硬摆大声话，因讲担心开学了虽然未产量不够，要求政府爱加强。行政院长苏贞昌明仔伫咧施政报告顶头承诺，伫3月初虽然未产量，会阁再提升到每一天1000万片。扩大产能，增设60条生产线，现在产能日有增加，预计到3月初可以到达每日1000万片。立法院条件也做出共同决议，发共同声明，谴责中国大陆阻挡打压台湾参加 WHO， 希望 WHO 接纳台湾以制度性参与运作。后礼拜立法院长尤锡坤会召集朝野协商，并按审查纾困特别条例，若是协商顺利，上紧伫2月议会就能三读通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第二批武汉包机，中国那边是骂台湾一再拖时间。咱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也讲，台湾早就有准备啊。台湾的包机是爱对台湾国际发行专机。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讲，阻街是中国在咧共阻街。马英九也在边际呼吁大家讲，就要互相体谅。中国武汉肺炎疫情严重，2月初头一批武汉台商包机返来台湾，已经在18隔离期满解禁。不过第二批台商返来台湾转机，依然也毋知当时。中国湖北省代办呼吁赶紧用东航运送，谴责民进党政府一再主动拖延，和东航后续的运送无法度进行，呼吁民进党尽紧同意东航包机再送。二日早起，陆委会主委陈明通第二法院接受访问时表示，包机的名单、防疫人员、甲飞行机拢准备好啊，就等北京点头而已。名单也给了啊，我们的防疫人员啊，飞机都准备好了，就等。北京方面点头。如果对岸不点头的话，还有备案吗？我想最重要还是对岸要这个以苍生为念了。由华航也是东航来执行，将做第二批返来台湾包机客掉的原因之一。前总统马英九二一伫面册也搁再呼吁，双方各退一步，华南通的华航甲大陆东航拢能执行包机任务。中国也应该同意咱方卫生单位派出医护人员到阵，让包机的医疗甲检疫更加完善。国民党也呼吁两岸先把政治基建放在一边，协商武汉包机后续问题。现在如果说两岸之间的争议只剩下说到底是要用哪一班班机的话，那真的是会滑天下之大稽也。两
岸的政府都应该要放下政治争议，赶快往前迈进。弱势优先，有检疫优先，这些都跟中国讲，但是到现在还是谈不来，所以阻碍是产生在中国那边。苏贞昌强调，头一批武汉专机的条件是绿色优先、检疫优先，同时牵涉是中国政府操作，才有第二批专机客在遐，是中国在阻碍。记者陈宏学报道。在后礼拜二，也是二五，中小学就要开学了。家长也烦恼讲，疫情是压未落来。劳动部长柯文春在今仔日伫国会避询的时阵，也表示讲，无排除会启动第二批防疫照顾假，不过也要经过着各部会讨论。台湾家长教育联盟也认为讲，若准是停课时阵，防疫照顾假是有必要性的，也认为讲就要力道各重以下。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拖，政府进前因应全国中小学延后开学，让照顾十二岁以下囡仔父母申请防疫照顾假。不过二五中小学就要开学，真侪家长烦恼爆发互相小话。劳动部长柯文哲在立法院备询时讲，无排除发动第二波防疫照顾假。我们会不会有启动第二波的防疫照顾假？报告委员哈，因为这个我想不排除了哈，因为昨天教育部这边也因应说，如果开学之后，那么一般有一例哈，这个感染这个武汉肺炎的话，那可能全班要停课。柯文哲讲，是不是实施第二波防疫照顾假，等台跨部会讨论，交由指挥中心做最后决定。不过台湾家长教育联盟认为，疫情奇怪多变，政府一定要启动第二波防疫照顾假，建议除了放宽照顾囡仔的年龄限制，针对开学了后一班也是有一个去划掉，全班停课的防疫措施，也有更加严格判定标准。只有十二岁啊，他只考虑到小学生而已。其实国中生恐怕在生活上也会遭遇到困难。科任老师可能一下教好几班，万一就是那个科任老师得了只有一个，恐怕那就不是一班的问题，可能是好几班，以至于说可能牵涉到全校都得放假。针对家长伫厝内底照顾囡仔，基本开销真多。林伟质疑防疫照顾假牵涉公共防疫个安全，是毋是可以先划顶贴？苏贞昌解释，毋是劳动部讲无爱予伊薪水，毋过政府若是命令，一定爱予伊薪水，敢若亲像政府最好人，一定会增加头家负担，会尽量细到照顾劳资双方。记者综合报道。对着我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白牌车司机，伊的感染源确定是对浙江台商来的。疫情指挥中心伫下晡又讲，有甲白牌车司机接触过155人内面，其中有149人采检是阴性的。另外四位感染者内面，有一个是司机的小妹，而且小妹工厂对自一开始也停工啊。对中国内第一例死亡的白牌车司机，也就是确诊第19例接触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虽然这是家庭群组感染，但不过对社会影响愈来愈小。追查了我们这样的感染源之后，他周遭的人也没有受到感染，好，所以他感染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好，大概朝向我们第19案跟23案，好，我们的采检数是155位，那阳性的4位。那阴性的有149位，好，那有2位，好，还有2位在检验中。但是中指出，追踪第19例接触史，都是白牌车司机的4个厝内底人，拢是阳性。其中第21案的妈妈接触人较少，第22案的囝婿工作场所也采检79回，结果拢是阴性。第23例白牌车司机的小妹是采检14人，目前阴性8人，6个还在检验中。不过第23例确诊个案工作的工厂已经停工，工厂附近人拢心情真烦恼。今天才知道。那没车子才知道。我会不会觉得蛮紧张的？戴手套了。卫生局表示，已经甲环保局进行环境消毒。附近民众表示，敢若是21都看到3摆，啊，不过只限4周的环境，环路消毒不够完全。清洁的话，都做陆地或是陆地以上的，然后陆那个地底下的，对，应该也要做吧，才不会有那个空气。附近民众环路。排水设施可能加速病毒传开的时间，除了做好自主管理，也希望消毒能够较完全。针对这个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针对工厂方面有接触史的，是不是要全面居家隔离，还佫进一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个白牌车司机，伊一未往生之前有去诊所给医生看，到达这间诊所也给民众压开啊，甚至有人去质疑诊所讲，为什么到达还佫敢看病呢？彰化县长王美辉在今仔日也去到诊所，甲医护人员鼓励，感谢医生有警觉，和病人量查全诊，对疫情的控管有真大帮助。伊诊所前真正得甲病人看诊检查，伫彰化市开业的耳鼻喉科医师蔡文水，就是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白牌车司机，上早看诊的医师。但是事后却予民众伫网络顶管公布诊所，佮质疑有甚物医师毋免隔离会当继续营业。蔡文水认为，应该予第一线医护人员支持佮鼓励，毋是攻击。刚开始当然讯息会比较混乱啦，但是我想现在大家有县长、局长跟我们的前辈出来这样子力挺啊吼，那我们第一线的医师啊吼，因为什么时候谁要再遇到不知道，但是给我们加油，给我们支持，我们会更有信心站在第一线。蔡文水表示，白牌车司机来看诊的日子是2月初3，事后诊所休困两礼拜，相关人员拢进行采检了后，拢是阴性的反应，而且拢无发烧，也是呼吸道的症头。彰化县卫生所伫2月18日嘛发出公文，只是诊所会当恢复正常运作。彰化县长王惠美伊去蔡文水的诊所慰问，彰化县医师工会是呼吁民众唔免伤过惊吓。如果说卫生局我们认定说他没有感染之余，那其实大家都可以很放心的到基层诊所来看诊，因为无论如何，以后这种事情不可能是第一例啦哈，以后一定会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不要太担心。彰化县目前累计武汉肺炎确诊的人数是7例，其中1例死亡。有民众认为彰化县是重灾区。彰化县长王惠美强调，春节回乡的彰化县台商差不多有13万人，防疫确实袂当凊彩。但是目前为止，彰化县的防疫工作做甲袂歹，所以来学校开学嘛是另外一个防疫的重点。县府嘛加强相关的作为。记者综合报道。立冬了后，拢无雨水，亲像南投日月潭的水也减真济。台电也表示讲，南投日月潭水库有提供农业甲发电的需求，逐日的放流量拢有变济，不过底水量也是有超过80%。其他中部水库底水量大约拢有一半，甚至有较低，用水到5月底拢是真充足的。日月潭的水大家看到高价水甲吧？民众讲看到高价水甲吧，实在真稀奇。不过也是烦恼，今年春天可能大欠水。台湾冬天本来就是干季啊，不过现在天气巨变，确实应该要再多一点水。附近居民讲，顶个月底7只水蛤蛙已经走出来，最近水位已经降到745.5公尺，高价水蛤蛙全部走出来。负责管理日月潭水库的台电表示，进前无什么落雨，加上这个月配合用水调度甲发电，逐天放流每秒15.5公尺的水量明显下降。整个蓄水量还维持在82%，哦，那我们这个蓄水量还要再配合这个中水局啊水源调度啦。台电表示，虽然看到一月潭高价水甲巴鸡走出来，不过抽水量也是有80%，并不是代表水情不乐观。中区水资局提出资料显示，除了石冈坝甲无声水库抽水量较低，负责江兴大台中甲苗栗里溪潭德基等水库，拢有超过5%的抽水量。中投分地区的河山甲一月潭水库目前供水无问题。以浊水溪的特性而言，比去年它的降雨状况还少一点，因为冬雨是比较少，配合我们湖山水库，然后吉吉兰河堰的联合运用状况之下，民生用水是没有问题的。中州水资局表示，每一个所在水系特性不同，目前大甲溪甲大安溪水量平均，不过芦水溪水量较少，也影响流域的水库抽水量。虽然民生用水应供应到5月底，不过是不是应缓解，都要看梅雨季节是不是有落较济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市安南区的溪南寮附近，这两年啊有几落地农地加溪湾啊，去予非法业者偷拼一挂建筑废弃物，而且甲遮的田拢吞甲甲真侥幸，半暝啊搁偷烧粪扫，民众去向市政府反映，煞拢无来改善。大量的硬件废弃石架甲废弃帮模被大卡车载过来等。佮透过空气镜头发现，堆坑的场所竟然是农地甲溪湾啊，至少有4个所在被乱弹。但是，安南区溪南寮附近的民众近两年受到非法业者违法乌白坑，甚至火化烧物件，严重干扰生活甲环境。干扰以后，
那些粉尘它会落到附近周遭附近的这个农地或是渔温里面，而且这样对农地对渔温都是不好的现象。胡启斌将苏哈苏静并且几啊摆向市府局处反映，又唔过无看到任何改善。宽团指出，除了污染过路、乌量产土地扣囤积、阿摩陀增加价格、帮忙废弃物，又无看到土地变更使用，还是相关程度计划书。这个点里面呢，环保局呢，有两个点呢，按照废弃物清理法的规定呢去开发。那另外还有一点呢，是按照空气污染，因为它有焚烧的问题，所以用空气污染防治法的规范去处罚。另外一个点，我们后来也请稽查同仁呢去看，那今天也开罚。台南市环保局表示，针对这四处违规状况，已经依法处罚。接下来每度在类似的情况阁发生，市府会透过跨局处合作加速查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细分明，伫中国疫情到达武汉肺炎感染者已经超过75,000人，死亡人数也冲破2200人。伫咧山东浙江的嘉罗内，也发生讲有200多名的患人发生群聚感染的情形。另外，世界卫生组织也正咧进行两项药物的临床测试，三礼拜内就有初步的结果啊。中国国家卫健委21日早起宣示，武汉肺炎疫情明显好起来，各地确诊加观察案例等4个指标继续下降，出院病例数快速增加。也不过，湖北省以外地区连续16天新增确诊病例下降的记录却破功，20增加到478例，主要是因为江家团出团体感染。山东临江江家通报207人丢病，浙江十里峰江家也有34人确诊。山东省司法厅长等两所在几啊名官员因为防疫不力落台。此外，四川卫健委证实，成都有一名确诊病人，伫治好出院转去，伫过10天了后再度发病。二次感染武汉肺炎，相关机关已经接触病人甲家属，进一步的隔离观察。疫情源头武汉市开始实施双测温两报告的制度，居家人员大刚早起下晡拢量体温，超过37.3度就爱通报。设置3690个床位，全部向上大巩固滨海红城病院。20通过验收启用，稳定21复工的湖北省甲武汉市改为未当早过3月初10，环境12点复工，学校是搁延后开学。全国各地近日出院的康复者，也陆续关心家己伫恢复期的会诊，帮助其他病人治疗。中国科技部21日宣示，目前有5条技术线正进步研发疫苗，上近4月下旬宣布临床试验，也批准5个新药进入临床试验。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表示，正在等待2种治疗药物的临床测试，预计过3礼拜就有初步结果了。One combines two drugs for HIV, lopinavir and ritonavir, and the other is testing antiviral called remdesivir. 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讲，中国新增病例继续减少，这个现象让人鼓励，也不过也是未当待遇，国际病例也有可能增加。即摆北京处理疫情方式受到各界批评。中国20家东南亚各协成员举行特别会议讨论疫情，呼吁团结。当下国家的反应也被看作是甲中国之间友谊的试验。记者综合报道。说到来，咱来看香港。伫香港的确诊病例已经到69例了，昨个增加3个病例内面，也出现香港警察甲计程车司机，就连治病警察捌去过餐厅，也是有店员去互围着啊。我想在哪裡染呢？已經有些人不出房了，你都還染病。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說，前陣子有66人確診，另外有41名緊密接觸者。第二批包機有定在暗頭離開日本，第三批包機也在積極準備中。只有頭一批包機回來香港的100多名香港乘客，也已經住在沙田海灘的俊陽村，接受14天的強制隔離檢疫。講一下一個警員，他2月18日就開始有發燒和咳嗽，
今日同日晚上咧就冇即時求醫啊，就救护车送来是二十暗时较近的香港警察，又穿着全套防护装备的工作人员送往便衣医治。这四十八岁警察是驻守在北角警署负责东区的防暴队工作，十八出现发烧症状。虽然迄天无去上班，不过暗时去参加一场警察的食饭餐会。迄天斗阵食饭的警察有59个，有4个出现症状，这也让香港警方是真紧张。所有的59个人员咧，都为密切接触者，都需要送去检疫嘅。咁但系其中有4位咧，都系有啲唔同程度嘅流鼻水啊，或者喉嚨痛啊，或者有啲肚屙啊咁样嘅。香港20新增加3例确诊病例，除了警察以外，其中一例是确诊警察定来去的餐厅内底38岁收钱的人员，而另外一例是58岁客运车司机，也是香港头一站客运车司机确诊案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的疫情，目前拢是集中伫亚太地区，后壁加中东也有南山的个案。伫东欧的乌克兰，因目前是无确诊的病例，不过因要对中国武汉撤掉登记的侨胞，因打算要伫因中部一个砖头做隔离区，却引起居民的反弹，甚至甲警方发生冲突。乌克兰时间20日时，天色渐渐暗落来，新桑扎里走路，想要阻止铁桥车队进入的民众，甲提盾牌、戴头盔的地方警察爆发严重的冲突，甚至相拍，为民众还搁伫走路受粪扫，现场是一片混乱。然后转往东部大城哈尔科夫，过经由6台巴士组成的车队，将45名乌克兰公民和17名外籍官员，再往新桑扎里的病院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为机场和病院，车队拢穿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队列。哈尔科夫的地方首长对部分民众以暴力攻击铁灰国的侨民，观感真唔好。Це бентежить зараз всіх.Влада зі свого боку робить все, щоб наші люди повернулись, тим паче, що вони подвійну вже перевірку пройшли на наявність коронавірусу. 除了总理洪查鲁科甲卫生部长、内政部长等中央官员，到新桑扎里安大兵将证书，总统泽连斯基也呼吁乌克兰人民对同胞要有同理心甲同情心，真情抗议也要站在。当前并不是所有伫武汉的乌克兰人拢回国。外电报道指出，有3名乌克兰人甲1名哈萨克居民，因为出现发烧症状，暂时留伫中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叙利亚战争，第20日发生反抗军甲政府军交锋对垒的情形，上界使人烦恼的，就是有90万的居民是有路无处。联合国也提出警告，讲伫战区附近有300万人恐惊有生命安全的问题。叙利亚反抗军、民族解放阵线参土耳其联军、甲政府军以及所支持的罗西亚军队，伫叙利亚西北部战事当中，伊德布里省20日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和日前紧张的战火搁较激烈，甚至已经达到引起双方联军土耳其、罗西亚无受到全面溃散的危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呼吁叙利亚总统阿塞德领导的政府军长为伊德利布全面撤退，那无将会面临土军上严重的攻击。罗西亚军方表示，因的战机已经成功攻击反抗军两处据点，和东边的叙利亚政府军会当将对方拍退。叙利亚因为战火无依无靠的百姓已经超过90万人。We remain very alarmed about the safety and protection of over 3 million civilians in Idlib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in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Syria. There was no respite for families in Idlib and Aleppo in the last 24 hours.
联合国官员表示，过去两个月为土耳其跨境进入叙利亚西北的人道救援物资大卡车已经派发超过2000架，这也是自2014年救援行动以来上大规模。所以来也还有900架的车次，估计会当流失援助140万人。不过现在战事激烈，加上气温低，生存条件真歹，一直造成婴儿囡仔死亡，人道危机恐惊会继续扩大。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国家卫生研究院有合成国际上讲会当治疗武汉肺炎的药啊，瑞德韦西了后，中研院也宣布讲成功合成纯度有到97%的瑞德韦西，目前正是有备起来。总统蔡英文也讲，肺炎疫苗的开发目前是真有进展，希望会当继续甲民间来合作。实验室内底研究人员专心在做研究，中研院化学所的7人小组经过2礼拜的时间，成功合成100毫克级的瑞德西韦。美国他们原厂所发表的论文实验步骤，我们试着去重复它。有些原物料我们2个礼拜前订，到现在都还没有到。那这个状况下，我们就得自己去制备那些原物料。国务院甲中研院小连锁宣布成功合成瑞德西韦，是美国早期针对伊波拉病毒研发的实验室药物，但是国际机关把它看作会当治疗武汉肺炎的药物，目前还未通过人体实验阶段。中研院表示是准备起来还未要用，展现国内药物研发的技术已经有国际水准。牵涉到这个我们的需求，因为这个药物还没有临床完全证实，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是备而不用。前卫生署署长也是国光生技的董事长陈启贤接受广播媒体专访的时阵嘛，讲国光生技家己开发疫苗已经初步完成，后一步会跟国务院合作验证效果，上紧今年临床试验。从12月底1月初就开始了，所以很早就动了。整个技术的掌握到开发完成，我们有我们一定的这一个规划也跟信心。最近为着要对抗肺炎，国内生技产业总动员，积极研发疫苗甲治疗药物。总统蔡英文在接见2019年国家生技医疗品质奖得奖的团队的时阵，希望会当继续甲民间合作。那昨天我也特别到国务院了解疫苗研发的状况。那么目前我们也取得非常具体的进步哦，我相信我们将会有进一步的成果。蔡总统表示，政府会继续推撒生医产业的发展，增加更多研判、诊断、开发新药的丰富度和准确度，让生医产业创造更多价值。他有信心，台湾的生医产业不但可变成国内后一个有超价值的产业，也可替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政府有公布讲，北部有一个武汉肺炎的个案。台北市长郭文德率认为讲，无公开颠倒会让民众更加惊吓。另外，台北市政府在今仔日也公布一个爱在处理隔离却失去联络的人，请民众来倒追。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对开学了后的防疫是真有信心。台湾确诊武汉肺炎的个案，二一下晡搁再增加2例，拢是第24例的亲人。不过中央并无公布确诊案例到底住伫咧北部的倒位，引起外界不安。但这是不是已经是社区感染？有医生背景的台北市长郭文特认为，新型的疾病一定会出现，就要一步一步处理，用健康的态度来面对。有人说公开会有引起什么恐慌疑虑？那问题是不公开，不是恐慌更多吗？我的医学知识告诉我说，社区感染一定会发生。务实就是说，你不要幻想完全没有感染，只是说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这个应该是比较健康的做啊。随着要开学啊，就惊防疫的工课会破功。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会做好监测，随时应变。只有疫敌从严，超前部署，不管是不是社区感染，我们要以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做防疫，才不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为着防止爱伫咧厝检疫的人四处拍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把上低的罚金10000元提升到20万。台北市政府21日搁再公告一个居家检疫失去联络的人吴锡言，伊涉嫌用假身份调岗无照实写入境的资料，请民众倒找人。有台湾身份证，从香港回来，但是目前找不到。所以我们希望中央在进管的时候，他每天 check 那个海关资料的时候，可能跟检疫书可能要再 double check 一次，到我们地方上才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落差了。
安那一个新北失去联络的居家检疫者关英安，日一透早伫咧淡水去予警方找到啊，伊的身体状况无问题，不过因为伊无徛家，打算会家己送去中央集中检疫的所在进行管控，也会请卫生局来开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伫咧网络顶头，武汉肺炎的假消息是赢赢杯。伫台北市有一个国中生，为着要吸引人，伫抖音顶头散布武汉肺炎造成几落百人死亡的消息。另外，伫新竹有民众伫赖顶头乱乱传讲，空军基地也出现确诊病例，警方也去甲因抓去治罪啊。武汉肺炎疫情摊销，造成大家心惊吓。也毋过，伫抖音上竟然出现武汉肺炎已经予台湾数百人死亡的假消息。警方追查了后发现，原来散布的人是台北市一名高中生，为了冲关点看率，才会传播关系武汉肺炎的假消息。也毋过，伊的行为已经犯法了，警方将伊送少年法庭审理。这名学生他就是为了提升这个网络的这个冲量啦，所以说他才制作了这个不实的讯息。这名学生他表示非常的懊悔。在同时两体赖顶面，有民众谣传，新竹市空军基地出现一名武汉肺炎确诊病人。警方接报了后，对出四五民众等五个人。四五民众表示是听客户讲的，也不知道消息到底是为什么所在来，只是提醒大家注意疫情。在昨天晚上通知五名涉嫌人到案说明，全案依传染病防治法移送侦办。原本好心提醒，却因为无确定消息的真假，互家己犯法。警方再次呼吁，散布不实的疫情，将会当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相关会当处300万的罚款，民众千万唔通以身试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日前的中英航空罢工风波内面，有一位工会干部郭志恩，讲要假使退出罢工的空服员加创地技师，说予中英界洗头路。后来这位郭小姐有向劳动部提出不当劳动裁决，有学者也质疑讲，中英是咧欺负反抗者，不过要上百位的技师联署，讲不愿意甲不安全的人做伙上班。在这半年，因为身上背着中央航空、还有地勤以及机长对我的各种诉讼，我很害怕。在那时候，我希望这个社会就这样子忘记我。一开嘴，顿下后天，原本伫工会真活跳，嘛伫中央航空服务的空服员郭志恩，二一下晡出席劳动部不当劳动裁决上尾一届严肃的辩论，搁再一届面对媒体，自己在这沉默的半年。不敢说话的不只是只有我而已，不敢说话的是第一线的空服员。在2019年6月20日，中英的空服员头一届发动罢工，伊伫罢工结束了后，赖群组的对话记录去互翕起来传出去，内容显示郭志恩放掉要甲逃走的空服员电甲金氏时，嘛要伫技师的食肆内底乌白掺物件。了后，中英以非安的理由随甲洗头路，伊甲工会质疑是中英咧甲算数。也提出不当劳动裁决的反制，希望会当复职。学者点出女性空服员伫这个事件的处境。公司他今天要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要用雇主的专制的权力来教训这个坏女孩。这个坏女孩是怎样的呢？就是她出头，她敢号召空服员来反对公司的一些政策。不过最近还是有150个中英的技师联署，强调无法度甲摕非安公生笑的空服员做伙出勤。中英嘛发布声明讲，郭志恩无职业的道德，工会挺承伊恐吓别人的行为。劳动部表示，已经召开四届的调查会议，劳资双方的律师拢有充分的说明，接下来就会做出裁决。记者综合报道。华莲的日出向下大道景观工程目前是等的时间。不过，附近的居民说，讲县政府所设的车路不够宽，那准是车边拢把车停满，恐惊到时阵连救护车拢未得过。希望把车路做较宽，民众也较方便。为去年四月开始施工的花莲日出向下大道，东侧的中庆路到海滨路段已经在铺大理石的路面，为二一开始工程向西中校街口来做。不过，附近居民表示，路设计到无够宽，嘛无停车位。无够啦！安怎讲？拓宽的为例啦，用安尼只摊无得摆啊啦。啊，停车嘞？啊，停车搁较免讲，就无摆啊，搁无停车。由前馆长布群基所规划日出向下大道，当初设计时阵，居民就反映讲，希望路宽保留5米8。
不过工程犹原维持三米高，让附近的人烦恼塞车，假使有临停救护车，就无法度行。是不是能改为五米四还是五米八，让我们所有的住在那边的通行哦比较方便一点？不然的话，老百姓哦可能会有集体的抗争哦。花莲县政府是表示讲，县府无答应过居民把三米高的路宽改做五米八，按目前的设计，假使要增加道路的宽度，真侪设备拢爱考虑。不过经济就业需求，县府会评估。因为我们现在两侧都有这个竖穴，那这个竖穴的宽度的范围跟规模能不能来缩小，以提升这个路幅的宽度，这个还要再做一个相关的评估。开始用分四期工程做向下台道，按算110年完工。管府规划13.5公尺，让人行的所在，阁有3.5公尺宽的车道，含3公尺种树的所在。不过附近拢无停车场，是民众停车足久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政府为着要解决民众大的问题，市政府成立社会主题服务中心，市议会也三度通过相关的条例。在今年年中，服务中心若准时成立好势，就会当办理社会主题相关服务啊。桃园市政府拼势推动社会主题，社会主题中路如何在去年完工，打算在今年完成路的北堤的兴建案。社会主题估计会阁增加1200多户。市政府为着要服务民众，带着社会主题的需求，解决因拄到的问题，专工成立社会主题服务中心，按算今年年中就会正式营运。那个成立的期间跟那个社会住宅入住的期程，所以目前我们预定是3个社宅的招租还是由住宅发展处来处理，那后面的管理维护哈，总共1400户，我们依照他的人才招募的情形，交给我们的服务中心来管理。通交代省市议会三度通过社会主体服务中心设置自治条例，成做台湾第一个成立社会主体服务中心的县市。市政府设立党干事会，办理社会主体的招募、经营甲管理。不过，社会主体的正式规划也是由市政府主体发展处来发的。招租公告以后的作业，包括资格的审查、契约的订定含公证，然后还有后面的管理维护含找物管，还有后续跟民众生活期间一些小缺失的修缮，都由这个行政法人，也就是住宅服务中心来处理。桃园市政府主体发展处表示，社会主体服务中心是行政法人，是公益单位，主要协助市政府办理社会主体的招募、收件、审查、甲公告，嘛服务在地社会主体民众，就是希望这些民众若是拄到问题，会当随找到适合的单位，甲问题解决了好势。记者综合报道。台东林管处在7天前，把准备被野放的公馆乌蚁仔仔，带到海端乡的野粪场来训练蚁仔仔找食能力。目前是适应甲真好，希望幼鸟一日会当返去真正的山区，返去伊真正的生态地。台东林管处公开公馆蚁仔仔带去野粪场的生活画面。虽然0.3公顷的小森林，敢那一只只蚁仔仔，不过有树拿，伊一点仔都卖无了。一个啊爬一丛树啊，搁出落来，搁走去爬另外一丛，动作是真美丽，而且拼物件真厉害。随找到饲养人原厂伫树啊顶的苹果，大嘴大嘴的食。他在我们的演训场里面爬树，上上下下挖掘，甚至在水池边去喝水、玩水这样的一个举动，我们大概可以确定说，目前的状况是非常适应良好的。吴琼又表示，公馆蚁仔仔是母蚁，教养人员透过温装式的体重机，磅出伊的体重已经34公斤，比7天前打算去野粪场的时阵加2公斤，显示蚁仔仔已经有初步母性的机能。但是透过教养人员观察到蚁仔仔每日爬树的能力，台东林管处提醒民众，拄到蚁的时阵，爬树啊逃命是无路用的。可能有遇到熊的机会的时候，要有一些基本的观念。对于如果说可以的话，身上要携带一些能够发出声响的一些东西。真侪民众伫面册看到蚁仔仔古锥的模样，真好奇天气咧寒的时阵，敢会家己做一个手？阁有伊是安怎找到食食的？台东林管处表示，会伫蚁仔仔野粪3个月期间继续观察，而且会无定期公开公园蚁仔仔的状况，提供人甲蚁伫野外相处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合欢山国家公园在2019年通过国际暗空协会认证，成做全台湾头一个无受到光线影响的国家公园。日后民众若准备看天气，就会当去到这个无受到光线影响、会当甲天星看清楚的所在啊。
天也未暗，向尾看天气的民众是近去合欢山国家公园，甲吊镜采好好，准备迎接暗暝。合欢山因为光害少，空气品质又阁好。这里是从2019年正式通过美国国际暗空协会 IDA 的认证，成做全台湾头一个暗空公园。为着推动南投乡看天星相关的星空产业，仁爱乡特别向中央争取地方创新的计划。暨南大学也到辅导，望暗空公园会使和当地的农业甲旅游结合。所有的地方创生的提案来，大部分都是一些农业啦、旅游业啦。但是仁爱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可以跟国际连结的，就是跟 IDA 的一个暗空公园的一个认证。以欣赏天气为主题，暨南大学串联南投乡内部落，邀请族人也够产业人士开会，讨论未来伫咧欣赏天气行程以外，要安怎结合当地。关注民部落的文化，也阁有相关的路程。没有想过哎，对，所以今天是第一次听。对，我是现在想法是觉得还可以啦。从历史脉络的伦理来梳理的话，有几个部落不能掉：马赫波、清流、中原、南丰。仁爱乡公所希望地方创新的计划，会使让南投县成做亚洲头一个国际认证的天星城镇，让当地观光产业有深度，也走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二月一日定做是国际无机日，伫台湾有真侪无机家庭拢伫咧拍拼推撒，希望伫生活当中，广播机也祈祷一后的每一天拢是咱的无机日。囡仔兄插头耍游戏，边仔妈妈是互因人家笑嗨嗨。逐礼拜是即阵台语共学团的家长就会烧酒，做伙带囡仔用台语读册、唱歌。看伊啊，伫遐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台湾人一定爱讲台语，我是要甲伊加油加油，因为我感觉讲台语较好啊。啊，你若以后去学校上课的时阵，我都讲台语，安尼要安怎？啊，我做老师啊。创造自然的台语环境，台语路共学团的成员上细汉啊，敢若六个月大，来参加的妈妈也讲出因对囡仔未来伫咧学台语这条路真深的期待。啊，即摆因入去了后，伫学校的时间足长的哦，啊，毋过一礼拜就剩一个一点钟的时间，有机会听到台语，所以。这对于阮的囡仔来讲是足可惜的代志，对所有的囡仔来讲嘛是足可惜的代志。阮希望是讲对国小啊，所谓的即卖国小、国中、高中，也是即卖讲所谓一年到十二年，即个国民基本教育，希望会当落实每一种本土语言的课，会当唔那是有选修，阁是会当有教育的时数。为着保存母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2月日定做是国际的母语日，希望族群的文化和美丽会使继续透过母语的传承代代世传。世界母语日，到底国在日？记者阿敏晶晶律师新闻报道。最近伫咧美国有流行一种真特殊的瑜伽，结合传统的瑜伽甲各种的运动，唔呐会瘦，而且会互筋肉更加结实。咱也做回来看。对音乐的速度扭来扭去，这是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的一间健身房。2020年大家才开始，学生都挤到满满满，练身材、消磨热量，天好热天穿水衫。For me, I love fusion yoga classes because I don't have the attention span for normal yoga. They tell you to focus on your breath, but my mind often wanders, and it's easier said than done. 伊咧做的不是单纯的有氧运动，是最近好莱坞流行的一种结合瑜伽、芭蕾甲有氧运动的训练方式，会当放。轻松减肥，促进循环佮代谢，配合芭蕾春运的动作，强化腹肚的筋肉，让身材较瘦格、较闪跳，特别受到女性的欢迎。It's easy to follow for men and women of any age. It's fun. It feels good. We focus in with ballet. We move to hatha yoga, which is the stuff that everyone's familiar with, up dog, down dog, warrior, and we seal it with mantra and mudra. 这种瑜伽合作瑜伽布地芭蕾，缩写是 YBB。在美国已经有考证照的制度，老师讲两礼拜内就会当有明显减肥的效果。现代人的生活真无闲，食饭时间无正常，压力伤大，身体拢会受到影响。选择适合的运动，会当让咱较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
北部地区低14度到24度。中部地区低15度到26度。南部地区低16度到28度。东部地区低17度到2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低13度到23度。一个未来三天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意大利看服装的展示，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